刚刚那一瞬间，我有人生的跑马灯。嘿，我是你的整复师 Morgan， 这个频道是献给想远离医院的你。想获得这些资讯，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嗨，各位，今天我们来一位重磅嘉宾，我们的德修。我们好。最近这个肩膀有受伤了，有受伤，对，肩膀受伤、okay. 这个是真的困扰我蛮久的。重训吗？对，我那时候去举哑铃，那时候人在杭州，然后我就想说轻微的拉伤、我也没有去看医生嘛，因为那边我不熟、我就一直拖到可能今年年初才回来。对对，然后因为他那个拉伤没有让我觉得完全不能动、所以我就觉得还好。对，但是我觉得它好像随着时间拖久，它越来越严重。会，没错。比如说我要，然后 OK， 我们柜子什么的，这样拿东西，哇，这是我们特效要做闪电那样。对，然后我可能要石化。我现在，那你待会不会我用一下我就流泪这样吗？不保证。翻白眼。我们肩胛骨往前旋的时候呢，会让我们的肱骨也会跟着往前旋、那这样子如果手往上抬，这样子这边的空间就会很小、就容易压迫到这边的神经和血管、对，还有肌肉这一块都是。因为我最近甚至发现二头肌这边都有点问题，因为我可能借力了、因为我这边不行嘛。对、不是那个不行，是这边不行。 对，这边不行，然后但是我还是想运动嘛，我做到俯卧撑这种的时候、我还是可以做，因为这个动作没有带到这，可是没错，也许有点这边就吃力了一点，然后到这边开始这边也会有点酸痛了。而且啊，我们的二头肌它是从这边连到这边下来的嘛，对，所以当我们这样子被夹的话，其实二头肌也是被压迫到。哦，难怪，我想说为什么我已经从这个肩膀开始移动到这边了。左边的肱骨头这边是比较往前旋转很多啊，右边就是这边比较平。哦，对，我现在往下压，是觉得左边比较往前，右边比较往后。这样子打开是不是就觉得左边比较卡？对，比较没办法往后收。来，好，嘴巴张开。刚刚那一瞬间，我有人生的跑马灯。好，我们再一个，再双手抱头一下。对，还没结束。再一次吗？对，再一次。下面一点。OK， 好，我们换右边。然后再做一个微微的微调。右边看看。还好。再来哦，这个动作可能会比较痛。来，双手放，这只手，单手这样做，单手放在这边，放松。哇啊！还有吗？超痛哎！一瞬间，我现在手都有点麻哎。对，因为你有没有感觉你血液在慢慢的流回去？因为如果我们这边往前挤压的话、血管是被压迫的哦。对，循环是会慢的。那如果对，因为我有时候手会麻。对。就是因为循环太慢了。对，那这样子把它调回来之后，血液就会往下冲，循环就会变好了。原来如此，我现在有点，这个动作就不会痛了。OK， 我只是轻轻的牵引一下，所以手放松一点就好。来，再松一点，松一点。不会痛吧？也是会痛哎、欸。哎、欸，真会吗？那代表我这边真的很严重哎、对，再来呢，我会用筋膜刀帮你把。欸、不是有那种筋膜枪，嘟嘟嘟嘟嘟嘟嘟。筋膜枪它是会震动我们的筋膜，对，然后帮助它放松。那筋膜刀呢，会把筋膜整个刮平，对，刮顺。它原本纠结在一起，它拉不开。这是不是就是什么国术馆讲的拨筋啊？拨筋的话，其实也是就是把纠结在一起的地方，就是粘黏的，对，拨开了。所以待会会做这件事，那听说超痛的。我尽量，试看看就知道。哦，好。你怎么很像无助的小女孩？对，害怕、哦。现在这样会痛吗？也不会痛啊，不至于痛。不会痛，对，是舒缓嘛。你会不会就是那一种属于会被激将啊？不会痛是吗？我以前有曾经去一个那个按摩的。因为按摩，你知道他按很大力，然后他就真的按超大力了，然后他就看我怎么都没有很痛的样子，对，我就一直忍耐，结果他好像觉得自己遇到对手了。就是超大力，就是超大力，我真的隔天我就觉得我好像全身呢有种发炎的感觉。我上礼拜翻出了一个筋膜枪、我自己想试着弄弄看、因为有时候它会酸嘛，就用完以后
哎，是真的马上就有缓解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打在哪里，我就是乱打，反正我觉得哪里可以打我就打，但是好像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打的，比如说关节不能乱打的。对，没错，我们不能直接打在骨头上面。啊，我那天还是打骨头，哎，我还是觉得哇，这个震动感好像看牙医哦。对，其实不好，对。不好，这个会更容易发炎啊。对，有个参考点就是，假如你这边很痛，你可以先从外面从外面这边打上来，从外面慢慢的压打到这边。哇。有没有比较不会痛了？欸、比较舒缓呢、欸？对，舒缓蛮多的吧。所以这个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是那个我们原本循环不良、是不是会有血块淤积在那？哦，他就把它散出来了。对，把它代谢出来。哦，好酷哦，没错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赞吧。哦，很厉害、欸，马上有差哎、欸。哇，好紧哦，真的。啊！我靠！天哪！哇，好痛啊！哇哇哇哇哇！还好吗？不会，我觉得还蛮爽的。哦哦哦！哇！还好吗？这个是 WWE 的招式。对。又来了，又来了。对对。哦哦！吸。吐，nice， 吐 ，OK， 来，啊，哇，大家。哇！我来了，这又是常常见的那个杀人机之类的。哎、对，杀人机，蓝波会用的嘛？蓝波在丛林通常会用的，看那这样。对对对对对，电影那是真的吗？你觉得那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真的可以那样，真的可以这样。所以你有习得此技能吗？哎、这一段你要剪掉。啊，蓝波他会这样，然后再过去，就没了。对你就可以。就可以再回到下一世了，就轮回了，又轮回了。哦哦，最后来上行去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噔噔，这个是这是我在电视上看过的这种，拉一下那个吗？哎，对，没错，就是把你整个脖子拉开来，整条脊椎不止脖子。哇，真的假的？哦，是不是？轻松很多，哎、真的，在帮你把我们脖子这边周围的肌肉，像我现在压的地方，哦呦，对，还有这边，还有这边，哦呦，再把它放松一下。我以前看摔跤都有这种招式，哪种？就哪种？有没有？这样子，对。其实骨盆就影响到腰，腰就影响到能力。对，所以很重要。Oh my god！ 好，我们今天我们结束了啊，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下次见，拜拜。Yeah, bye